Hello，晚安。哎呦，Hello，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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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阿硕，晚安。这么快进来是什么？振宇，晚安。浩一，晚安。晚安，晚安。Hello，各位，晚安。哎，我先说点什么。Hello，塔瓦哥，九蛋，成龙，Larry。晚安，晚安，晚安，晚上好，晚上好。哎呦，大哥 ！Hello， 大树 ！Hello， 拉哥 ！Hello， 土石 ！Hello， 宝藏 ！Hello， 谢谢瑞瑞的毛起来猫猫窝，欢迎！谢谢一杰 ，Say yo， 晚安晚安。等一下，放点音乐啊！晚安，土石，晚安安，晚安晚安，白梦晚安。各位 good morning。如果你根本不看女生的资料，即使是疯狂右滑，但配对第一话，系统会认为这什么样的？晚安，月少，晚安，福福妈，晚安，晚安，晚安。有空的。晚安，蓝娇，晚安，玄阳，晚安。不要听我讲，他只会乱填，那就是。晚安，白娜娜 ，Hello， 阿伟，晚安，浩一，晚安，妹妹，晚安。各位晚安 ，Hello 二三晚安，强生晚安 ，Hello， 晚安，我在直播，我在直播，知霜晚安。凤霜晚安，小小晚安，海淘晚安，妞妞晚安，欢乐爱晚安，3:06，干嘛？你要干嘛？要干嘛？哎，冷气遥控器，汤姆晚安，安暖，小九心肺宝晚安，吃多多的小六十点，哎，没有，我在看我这边。小强晚安，哎呦，很认真的妈咪啊，替我过小双手。要干嘛吗，报告？丑，你像，你像非常的臭，臭的要死要活。Hello 花生 ，Hello 晚蓝 ，Hello M，Hello 晴天 ，Hello Y I K A 晚安，阿米晚安。羡慕木木，为什么羡慕他？有事吗？今天就是随便，如果你不行呀，不可以呀，不可以，不可以呀呀。Hello， 朵种，董卓欢迎别人晨推晚安，谢谢分享晴天。Hello， 深深欢迎一欢迎马思谦欢迎乖乖欢迎，晚安，朱导欢迎。Hello， 吉米周 ，Hello， 嗨，晴天，嗨，佩轩。佩轩姐，吉米就晚安，詹先生晚安，翘一下嘴，真真晚安，又问怪了吗？怪了吗 ？Hello 记忆 ，Hello 孩童 ，My， 谢谢付伟的 AA 欢迎的猫的手手，猫的手手猫猫猫，哎，我的猫耳朵呢？我想戴姐。吉米周是你的枫叶，什么时候变姐了？佩萱姐，嘿嘿，妈妈咪呀，你在干嘛？妈妈咪呀，梦春欢迎 ，Hello， 尔涵欢迎 ，David 欢迎 ，Hello， 稳住小辣椒欢迎，猫，喵，哇，你又在干嘛？不要猫耳了啦，为什么？宝宝挺适合的、
亲欧欧 pose 还是欧巴？欧巴吗？怎么没有狗的礼物？哇、嗯、！LY 欢迎，代琴欢迎。Hello 晚安 ，CLV 晚安，陈恩晚安，呛磊晚安 ，IY 晚安 ，Hey Sam 欢迎。各位晚安，谢谢家树的爸爸，猫猫爸爸，哎呦好可爱呀、啊！看，嗯，是我的木木就好，那么乖的可以去。木木超级不乖，江江晚安，大牛三晚安，木木超不乖呀、啊，叫他干嘛都在那边反抗我，讨打那几口。今天收到四月份的生写，喜欢吗？丽丽就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就写一些简单的字，谢谢付伟的毛起来毛，是娇娇没错。思涵欢迎 RAV 欢迎，宝贝啊你在干嘛宝贝 ？Hello 搞球 ，Hello 出头哥晚安，晚安晚安，光欢迎，川欢迎。等有狗狗再报上，好的，没问题，没关系，先写考看就，对不对？就是 H O 欢迎，海之海安欢迎，别西普欢迎，瑞瑞欢迎。我觉得就是讲，就是先写真，就是只要最主要就是不要画到脸，也不要画服装，签个名就好，好单调。好了，我这样懒惰，但是我就是。我自己个人啊是蛮喜欢，你们喜欢画画的吗？你们喜欢画画的，我就努力学画画。但如果，可是就是因为之前有人说我的字很可爱，我就想说那就写字就好了，所以我之后都是写字比较多，因为画画真的很难看，会破坏的那个。哎哇，欢迎玉人，欢迎傲风，欢迎南阳，欢迎切尔东，欢迎。我不是懒，就是我觉得我画画真的是没有那个天分，我不想破坏这张照片，所以。我其实尽可能的不想画画。上书欢迎卡拉，欢迎切尔顿晚安。所以我就很多时候就是会，只要写字，我觉得至少我写字你们喜欢，那我就尽量做到写字这个功课，就把它写好就好。嗨，柏林，是我们的柏林前辈，晚安柏林，你怎么难得来看我呢？圣诞 T 记得都要画画写字哦。哦，没有哎，没有了。Hello， 小老鼠，小老鼠。宝宝晚安，有吃饭吗？卡车晚安。我今天就是想安静的，不太大声的讲话。少爷是选的枫叶，但是我拿到的都只有签名而已。哦。可能我就是一个懒惰。好了，我下次会记得多写字，但我不画画，我就多写字好吗？意林欢迎 ，Hello 雅雷 ，Hello 残雪，欢迎 ，Hello 小小 ，Hello 晚安，各位晚安。嗯，我今天绑头发，你们觉得好看吗？温柔系少女。谢谢笑笑的猫猫手镯，哎，现在有这个礼物，大家都在送。谢谢笑笑 ，Funky 欢迎，付伟欢迎，姚欢迎，还好我就只比他一点点东西，那你还比玉人好了，好多了，那你还嫌弃对不对？玉人打他，阿鲁晚安，今天打扮只有在头发跟妆容，而且我修了一下眉毛，你们看看。
还没有修得细一点。娇娇和你今天也太温柔了吧，今天的莉莉也不这么想说话。没有啦，看一下，可是可能早上的力气都拿去吼那个什么木木了。 The Shine 欢迎欢迎，哎呦冲突手环加红欢迎，晚安志宏欢迎。圣诞提起了吗？不知道耶，要看公司有没有提，现在还没的样子。 Last 欢迎天天 Hello 中天欢迎，晚安日人，晚安明基，晚安一四八欢迎 YAK 欢迎。木木又做了啥好不好？他就是最近他在他的狗笼的里面就会学会上厕所，可是当他就是出来房间，他的房间以外的地方，客厅啊或者我房间，他就会自己乱大便尿尿。渐渐晚安 BEF 欢迎，请用欢迎子子欢迎。所以我就是要一直跟他说不可以不可以，然后我就一直在训练他说不可以在外面尿尿，可是他还是就是不会说什么，因为我的门都给他打开，他还是不会跑到房间他的房间里面的厕所尿尿，所以我还在教，所以我就会一直可能会默默不可以，然后我现在让他现在，因为他之前都只躲在笼子他不敢出来，可是他现在已经熟悉环境了，他都一直硬要出来，他还会跳出那个篮子，就是感觉要跳篮子，所以我就会等他吃饱然后尿完一泡尿的时候我再打开那个笼子让他出来的，就没想到他对自己大便尿尿这样，然后在外面大便尿尿，然后我就会骂他。然后他现在因为我家我虽然每天都会扫地，可是还是会有什么头发小东西这样，我就怕他乱吃这样子。然后他每次在那边这样在地上这样吃吃吃舔舔舔的时候，就说梦梦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在看你哦，这样我就开始狂骂他。 Hello 小熊晚安，千烟欢迎，天宇欢迎，君汉欢迎。今天是个温柔的案例，不能要求被走。对，今天没有扑龙拱碧海欢迎，浩一欢迎，汤姆欢迎，熊熊欢迎，千烟欢迎。所以我就是会一直吼他，但是不会到很吼这样，但是他会怕，假如说默默他就听，他就知道说哦是温柔的，可是默默他就他又睡觉。不要紧，这个时候我刚刚那样他就吓到他了，对不起。他本来在我旁边睡觉。奥义欢迎，大胸糖欢迎，没有你的事，是这样。对，我是新手吗？没有你的事啊，叫把力气都给他，真的都给他。我拜托叫点。惊吓的梦，贵仔欢迎，飞镖晚安，叶真晚安。你们这几天都在干嘛？跟我分享。肥皂欢迎，狗狗天生天养也可以啦。指甲很苦，蓝色的是我喜欢的蓝天，昨天的生日会很精彩哦。哎呦好想参加哦，好想见到大家，都好想大家，就是觉得没有见到大家会有一种人生没有什么目标的感觉，都在想我对不对，大家都在想我。自想欢迎，好想你啊，我也想你们，九九九欢迎。你们现在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就是想刚刚看到你。神探欢迎，Sale 在韩国都顺利对吧？白琴欢迎，你一定很习惯的来。Kevin 欢迎，平时。平行时空下我在台湾跟你过生日可以。木木在做什么？他现在要睡觉，因为他都跟着主人睡觉，因为我跟我姐一起养他的嘛，然后像我姐在床上他就也想休息，他也不知道干嘛就会乖乖的。季风亮欢迎，框框欢迎，嗨嗨季风亮宽宽，现在学会做背奥克西，
现在学会不会被奥克欺负？应该是不会啦。反正就是感觉这世界上的人没有这么多，但是还是有奥克，可是就是就算了，因为我以前遇到很多，那晚上挺难睡，幼儿一天要睡16个小时。但是木木他都是浅眠，浅眠他只是睡一下，你知道一个声音他都会起来，他只是一个还可能还在适应，但是他没有之前会睡，他现在好很多了。冷树召唤阿力，不要 ，Hello 欢迎战士。木木这么会睡，其实真的很好养，但他现在活泼起来了，他现在是完全的，你有时候会控制不了他，你晚上等一下11点多的时候，他会。疯狂的要跳出篮子外面，就是要出来玩。他然后放他出来，他就很像一匹野狼，你知道吗？就一匹狼。谢谢夏夏的续主播续费1个月的粉丝团，谢谢夏夏的支持，欢迎欢迎战士。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叫阿丽欢迎，还有刚刚念到阿丽欢迎，被之前的猫起来。你星期日要看美玲的直播，好的，一定没问题。想看木木野狼，木木跑来跑去，对啊，他就是跑来跑去，我真的是我要疯了，我真的要疯了。我觉得那一天，他只要晚上，他就是，他就像一头一条龙，就是会一直跑，我房间啊跑，然后跑客厅啊。所以现在他在补眠，他在为等一下的跑来跑去做准备，所以他突如其来的因为我很喜欢听你讲谁是谁的名字，欢迎啊、哦，真的、哦、欢迎再次欢迎，这样的意思吗？遇人欢迎，或者是体力过剩，就是他现在在补充能量，因为他早上下午的时候跑过。我一天会放他个4次吧，陪他玩啊，谁叫你早上就已经放电，我给他放很多，我几乎每我都让他出来玩，就算他在外面大便尿尿，可是我还是会让他出来，然后再给他训练。只是就是我真的是你会带哦，现在不行，因为现在那个疫情比较严重，我不敢带，就算有狗狗的口罩我也不会带，因为我觉得对狗狗也是一个保护，对我们也是保护。姐欢迎，好搞笑，是说木木的部分还是我的部分？我给他盖个被子，有点冷，房间的冷气空调有点凉。莫里斯欢迎，你是很冷是不是？你要把冷气关掉吗？嗯，宝贝，我要把冷气关掉，太冷。他在发抖，调26度。你的部分，我的欢迎的部分嘛，因为你说你喜欢啊。可爱的狗狗在还在旁边休息，先让妈妈木木自由自在跑，你再带它出来走廊玩。先不要，不想拉它出去，因为它还没洗。他有没有打完预防针？我其实不太敢给他，因为他打3次啊，他现在只有打2次。小红欢迎，谢谢战士的玫瑰，是。摸摸你干嘛？你不是在睡觉吗？妈妈摸摸好不好？好不好？来，哎呦哎呦哎呦，这甜甜的，去睡觉，去睡觉。他想吃东西，他想吃东西就会坐在那里等我给他喂食物。妈妈来，妈妈给你吃零食好不好？好不好？妈妈去拿，你们等我一下哦。妹妹，你不能出来，你不可以出来。哎、你又给我尿尿，他尿2泡，我来查到了。哎。去，要给妈妈骂。木木坐，木木坐坐，不行，不可以，坐坐。坐好。
去哦。不可以这个尿尿。不行。不行。坐好。木木坐坐。坐坐。木木。拿香水喷一下，坐好，我叫你坐好，坐好。你再去让他去啊，你去心里就打，就搞你掉了啊。其实我还说我要做个好妈妈，结果这样子，结果没有办法。过来，尿尿在哪里尿？是不是在这里？你看这边，你看好，没有吃。这边，乖乖，那边，尿尿在哪里尿？不要给你吃，等下就给你吃。Hello， 包子碗，柚子欢迎。还有一个乱尿尿，真的是哦，杀他！我跟你讲，我每次都说我要杀了他，我说吃狗肉，我看他会吓到。企鹅欢迎小嘴嘴，飞宝欢迎，无辜的木木，谢谢欢迎在线的毛起来。默默 ，Only 欢迎，谢谢战士的玫瑰。默默坐好。今晚吃狗了。你在这边喝水，别在那边累。默默来，妈妈找你。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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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嫂，嫂嫂，很棒，来，关冷气了。没有，就开25度。要对他凶，我平时对他太好。东西吃就很怪。你在他面前，什么切超你真狗的蛋糕，他就会吓到了。那是什么东西呀、啊，大胸糖？飞镖。我最近给他吃这个，排这个的。我差点讲狗肉，不是这个的培根低脂牛肉哦，牛肉零食。然后他一天会给他训练，因为我都要训练他握手。我现在他会握手了，他用狗造型的哦，他有可能真的会吓到。这就是我的日常啊，我直播就是喜欢给大家看我的日常，就是做的很像真的狗狗蛋糕。哦，感觉好像很好吃，可是我觉得有点臭哎，它的味道，因为它是低脂肪的，因为我不给它吃高就是零食，但是我是真的就是在训练它，我是买的，它也不挑食啊，我给它吃，就算给它吃的，它也不会挑食说不吃饲料，它还是看到饲料就会啊很饿很饿。哲群欢迎。今天他八点半吃饭，你就顺便把他带出去。9点，5点都不要吃嘞。好。Hello， 鲷鱼烧呛辣咖喱，欢迎。你肚子饿吗？快来我这里。摸摸。在哪里？还在门口哎。少量多餐 OK 的，对啊，我一天给他吃午餐，然后可是一餐都超少超少。Only 欢迎，周都欢迎，你们这几天都在干嘛？流浪到屏东欢迎 ，Hello 晚安。哲群，谢谢你的追踪哦。你们这几天在干嘛 ？Hello WI， 欢迎。我是没有什么事，但是就是我这几天又在看了一个韩剧，好好看哦。我今天看的，我又看到第三集了，好好看哦。它跟那个什么，
我的遗物整理师好像，我们家的狗给它饲料都不吃，都想吃我的本子。啊，那你肯定是都有喂，玉人你是不是都给它喂喂人的食物？老样子哦。我不想再老样子了，我好想赶快工作。马铃薯欢迎，沙韩剧，模范计程车，妹妹欢迎，小右欢迎，好好看耶，笑笑，米姐欢迎，超级好看，就是他跟那个遗物整理师很像，都是我妈喂的哇。你妈真的是罪魁祸首，但是真的做妈妈都会舍不得，就是想着、啊、给他吃一点，怕他饿到这样。因为我姐的心态，因为是因为我以前有养过狗狗，所以我姑姑那时候教我的时候说不能给他吃饲料，不能给他吃饲料以外的东西这样。嗨嗨 ，Hello S H， 欢迎长美角，欢迎，对，模范计程车，超好看的。我没看过呢，快去看，好看。阿福欢迎。然后就是我姐都有时候，因为我姐妹养过狗，她就会说啊，她感觉肚子好饿，她是不是还要再吃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不行，她就是给她定什么样就是定什么样，她不会饿死，除非我们没有喂她，那真的是火不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可是我们有给她喂，就是不要再给她多了，就是不可以再给她。我姐就是会心软啊，就是。就感觉那种第一次做妈妈都会心软，好像是我做过很多次妈妈，没有，也是因为我之前家里也养过狗。思源欢迎。那边的司机。我知道，等一下我去看他在干什么。我妈是把小孩养胖的天才，有这种妈妈真的很好。像我就是，我严格的时候严格，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教小孩子还是教狗狗，我觉得，还是要有震惊的时候。宝贝，他干嘛？不可以停这个。对，然后好的时候还是好，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我对你好不是理所当然，当然是因为你很乖，我才那样子做。那我姐的四个小孩，就是有。两个大的真的是特别顽皮 ，Hello L 欢迎狗狗欢迎，真的是顽皮，但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够了没，再给我这样子就去罚站这样，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对他们凶的时候也是凶，可是我好的时候就是还是会买东西给他们这样。不想吃冰。好多小孩姐姐家里一天，哦，真的，我现在我们家里很多小朋友，新的就很多了，像我妈妈这边，妈妈这边就刚好哥哥有个表哥又生了一个，然后我表姐生了三个，所以每次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就会很多小朋友。小婴儿啊，或者是五岁的啊，或者是国小一年级的这样。然后我爸爸这边也是很多，我的表姐就生了两个，然后我姐姐就生了四个，然后我表哥我堂哥生了两个，所以每次玩在一起的时候都好多小朋友，就是会有很像一个幼稚园这样。过年你要包好多。这是一定要的，因为以前他们爸爸妈妈，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就我们这一代，我们很多兄弟，就很多表姐表弟这样子，就玩在一起，总共也十几个。你可以想他们，就是真的是大家庭。因为我奶奶爷爷就生了十二个，我的外公外婆十个，反正都是他们叔叔阿姨他们也都是很多个，所以在。接下来生我们之后也是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这样，所以就很多表姐妹这样子玩在一起，很多姐姐哥哥们玩在一起。第一欢迎，唯一欢迎，卡拉欢迎。所以他们小时候我们也有，他们也有包我们，所以我们小时候拿到的压岁钱都是特别多的，就是全部加起来，所有的亲戚这样加起来，你看去爸爸那边就会拿到很多了嘛，十二个，总十二个兄弟姐妹他们都会包给我们小孩子，所以你看，
然后去到妈妈那边也是十几步。以奶奶为学习的目标，我可能没办法，但我可能可以就是生个小孩，然后再多养只狗狗猫猫之类的，这样不可能会自己生，因为带小孩真的很累。我姐带小孩，我就有时候看在旁边看到她，我就快会晕倒了。我怕她带我已经快晕倒，何况是自己带。想好欢迎，虽然我很喜欢小孩，但是如果你说十二个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除非要那种，就是除非是我现在这年纪就要生了，先生一胎，然后过十年再生一胎，我现在生一胎嘛，然后陆续也是一直生，一直生，生到可能月下23嘛，生到33，你看第一个还可以帮我照顾最后一个，因为差10岁，如果除非是可以这样子的话，对啊，足球队，所以我大姑姑跟最小的叔叔他们差很多，所以大姑姑以前他已经成年读书了，已经国中高中了，然后小弟弟小叔叔才出生，然后所以都是大姑姑在照顾这样，而且可能奶奶爷爷工作很忙啊，就会是大哥大姐照顾这样子，以前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可能甚至也可以跟小叔叔同辈这样，在我们所以就是相差很距离很大。奶奶那时候生小孩的时候，因为奶奶就我在想以前的年代好像都是这样，因为我的好朋友他们的应该是原住民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的奶奶爷爷或是外公外婆有生很多的吗？举手。 Riri 欢迎。对啊，有啊，一定有。小的父母都会有代沟，小的父母会有代沟什么意思？可是我家很多朋友几乎结婚的结婚的，然后生小孩的生小孩，很长我都收到喜帖炸弹什么的，就想他结婚了啊，他怀孕，他生小孩什么时候的事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其实蛮幸福的，小的跟父母。不会吧，看我小叔叔跟我奶奶爷爷好像也没有什么代沟，看吧。 Hello 云汉欢迎，柚子欢迎，看是怎么样相处的。我们家就是因为可能是原住民，所以其实相处来就是会特别的欢乐。我小时候就是姑姑带大的，所以姑姑在带我们玩一些游戏的时候都是很疯狂的，超级疯狂。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 Hello 澳门客欢迎，就是我以前小叔叔嘛。小叔叔他很爱玩，他真的玩，我每次只要跟我姑姑他们出去玩，我有两个姑姑，他们爱搞鬼，他们都会就是会跟我们玩一些整人的游戏，疯狂的一家人。然后就说什么，我叔叔就说什么，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很辣的修猪雷，就是在夜市会出现的那个螺肉，他说他买大辣，他说如果他说你跟我跟我表妹，他说如果你跟婷吃完这个东西，我就带去台北101，他就整我吃那个，然后我就把它吃完，然后嘴巴嘟的跟那个什么一样这样。我好像跟你们说过这个故事，差30年根本不知道子女在干嘛。他就跟我们玩的，就是而且还会就是骑，我们就是会，因为我们家的山上有种田，然后它是斜的，他就直接拿那个就是透明箱子这样，直接给我们这样溜下去当溜滑梯玩。啊，那是小时候被逼吃，想说啊，小时候好想去台北101，都没有去过这样。然后小叔叔刚好女朋友在台北101那边工作还是什么，就说我带你去找婶婶，就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说好，我一定要，结果骗我，但是还是有啊，可能在等我长大个3-4年，他才带我去的。就有代沟了，我发现我跟小孩或是老人都没有什么代沟，育人育超欢迎。像我跟小薰姐姐他们的那一群朋友，他们都是大我10几岁的，可能有些的，我可能是我自己什么都可以聊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代沟。对，我其实不太会，我就是都可以聊，人家愿意跟我分享什么事情，我也都会愿意分享。直接滑上坡学生，对，他们都会这样子跟我玩。然后还有
他们有一次姑姑两个姑姑整小叔叔，他们整的真的很疯狂，每次我看他们玩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会一起整这样，所以小时候就会有去按门铃的这个称号，就是我们这种姑姑教的，所以他们骂我们也是不可以这样骂，因为从小他们教的。以前我们还会玩唱歌比赛啊，就是那时候还蛮夯那个超级星光的嘛，星光道道，对，那时候很夯，然后我们都会看，然后我姑姑他们就会当评审，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小孩聚在一起真的是十几个，所以他们就会说参赛者一林婷丽出现，然后就开始唱歌这样，然后他是说过这个门要先清唱30秒，他如果觉得 OK 你才可以进来继续的比赛这样，然后就很多规则，我以前就很喜欢玩这个规则，是尽量配合而已，聊起来可是我觉得人啊真心的去对待人真的没有什么代沟的问题，像我是比较喜欢真的朋友，像要看吧，有些个性合不来我就也真的没办法继续聊，但是因为小薰姐的个性，他们那群朋友都是个性都是非常好聊，而且是对待人是很真的，所以我会继续的跟这种朋友相处，因为他也能带给我一些好的影响，而且又都是在演艺圈上的朋友，就是或许也没有一定要帮忙什么，可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聊一些心里话的时候，他们能懂我们就可以有聊，而且他们也教会我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开心认识小薰姐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姐是那个也是演电影里面的主演，她叫心甘姐，她很漂亮，她我第一次看到她我并没有觉得她40-50岁这样，我不知道她的年龄，可是我以为她才20-30，然后夸张到这样，她真的因为她是空姐嘛，对，然后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她 IG， 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她长得超漂亮，皮肤跟我一样好，你看她多会保养，天生丽质欢迎，共同的交集点很多，对啊，因为毕竟可能做同的工作，当然会有交集点很多，而且听就是福，我每一次都会告诉自己，多听是福，就算那是好或不好，多听是福，因为你要自己收取一些好的，不好的你就要过滤掉嘛，所以你能跟这些愿意跟你聊跟你分享的朋友聊这些事情，不管是家庭或是朋友的事，什么事都可以聊，我都觉得那都是福，真的，所以我觉得还好，我不是去迎合人，我是自己觉得开心，因为我像我以前在打工啊，客人跟我聊天，就是客人会跟我拉累一下，我还是会跟人家拉累这样，像我也会听我姐跟我说，她在小超工作的时候跟我分享一些什么他们的客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觉得也是很有趣，就是人生中就是要多遇这些有趣的人，你才可以，你才会就多听人家的故事，你才不会无聊啊，就是我也不想永远都当一个就是只愿意说不愿意听的一个人这样，然后我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我不喜欢看故事里面的书，人家说什么、故事里面会学到很多东西，书里面都会学到一些听人家的故事什么的，用看书的我没办法，我都是用听的，我宁愿用听的我也不要用看书的，所以我真的是一个把那我上次那一本书看完，我已经是厉害了。但我记不住自己的故事，但没关系，你就时不时的你们，我上直播的时候你们就分享，今天有什么事你们就跟我分享，这样。对，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开始看的剧，通常因为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喜欢看那个粉红泡泡剧那种，就是韩剧啊那种粉红泡泡剧，我喜欢听你讲，对啊，我爱说也是因为喜欢，我也喜欢分享，但我也喜欢听你们跟我讲，我也会想了解，虽然有些人不想，但我觉得没关系，你可以说我愿意听，真的愿意听，我在插头，代代欢迎。
喜欢看书，那我留言跟讯息都不能打那种。不会啦，我还是会看讯息的啦，只是我是说书本里面的很长厚厚一本，那没办法。但是这样一大段的字，这样的我都可以看，这样的我都可以看，这样好，就这样，就这样，不要太多，就这样的字我也看的，我也会看。你问的话我只会讲，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的。就是老实的白话文一点的说，就可以说啊，我今天遇到什么事，然后干嘛干嘛，然后这样，很简单，就这样。小伙伴欢迎，对，这样哦 ，Rory 这样。我想吃饼干，我去拿一点饼干吃。抓到阿丽什么？没看玲玲的文。玲玲的文，我很少打开 IG 耶，这几天我就po文的时候会打开，然后我就大概看到的空空欢迎，那写信当然会看啊，写信我更喜欢手写信，我超爱的。我跟你们说过一个故事吗？我超喜欢朱卡片的，朱丽艳欢迎，谢谢你的幸运草。我最近很少打开打账，就是那个官方账号，我就是会打开一下，然后po个文，然后就按个几个赞，然后就下播了。不要吃掉木木的饼干，不可能。谢谢朱丽艳的猫的手到，他没有饼干，他只有这个，没有别的。我不给他吃饼干的，因为我觉得对他皮肤不好。干嘛呢？你想出去是不是？你出去啊，没人理你。等下妈妈九点跟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出去。对啊，他起来。你干嘛？妈妈，不要吃我。博婷欢迎，恋爱饼干心，恋爱心饼干，都忙着。照顾木木吧，我说这几天吧，艾伦欢迎，郑宇欢迎。对啊，我这几天就忙着照顾他，因为之后我工作了，也很少时间陪他，所以我现在能陪，尽量就是陪。弹唱悄悄欢迎。Hello， 夏露欢迎，水水欢迎。这是我今天去买的巧克力卷，然后它一盒60块，两盒100。超级便宜的，难怪我前面给你留言都没回。有吗？我会回吧，我怎么可能不回？熊猫眼，谢谢追踪。有吧？我都会留，会留啊。没有抓到的话，帮我截图去回一下。没有，等下自己再看。熊猫眼欢迎 ，Hello R T Y，Hello 厂商欢迎，朱丽艳欢迎 ，Hello 水豚欢迎。谢谢熊猫眼追踪，这巧克力卷，而且也不甜，我觉得刚刚好，我不想吃太甜。巧克力，我真的很喜欢吃巧克力，这是。点心，因为我想一天只吃一餐。它是小小一个，它是这样子小小的。是我喜欢的那种戚风蛋糕。叶喜欢迎。我家来念留言，没有饿坏肚子，因为我早餐、中餐吃很多，就是我那一餐
一天吃一餐吃很多，摸摸不可以啊，摸摸。一天只吃早中餐、早午餐，然后就吃超多。下午会吃一点点东西，看吧，水果吧，或者什么。我在控制自己的饮食。CDE 的小欢迎，吃干粮，木木吃干粮，剩我一个瘦，没有啦，还是会很多人瘦嘛。因为我想要有一个自律的生活，然后我最近在给自己设一些目标，然后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因为疫情真的让很多人都蛮沉闷的吧，不管是工作上还是什么，包括我自己。所以我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前几个礼拜的时候都在找事做嘛，像做菜啊什么的这样。然后现在就顾狗狗，可是我还是会有想一些在工作上的功课什么的。哪怕是我现在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是有给自己功课。自律很重要。木木喝水很大声，对。豆力王欢迎，裴萱萱又来了。我在吃最后一口就差不多，有点饱了。发现什么？一群人自己是被耽误的厨师。对啊，真的。Google， 什么？再吃一个就饱。Hello， 小三每日保温瓶，欢迎。嗯，真的，是没错，有人这样讲对。进修，美丽你在干嘛？你怎么有空来找我？巧克力蛋糕，瑞宇欢迎。你刚直播完，辛苦了。看我吃东西，你会不会肚子饿？剖腹开播，打屁股。我不只吃给美玲看，我吃给你们大家看。哈哈，花花吃饱了。嗯，小三美玲不是个贪吃鬼，她吃饱就吃饱，不会再吃了。小三美女很瘦，来来吃完。小三美女咬人超痛的，这是超想给他一巴掌。娱乐欢迎，来跟你吃啊，来我家喝凉。南野秀一欢迎，他真的咬人超痛，痛到我真的是。Hello， 妈妈咪呀，阿丽就甜点、啊，那么甜。妈妈咪呀，在干嘛？哈利欢迎。谁咬人不会痛？他咬是更痛的。他说：“嗨，秀一，好久不见。”钟颖欢迎。对，他的咬人真的很恐怖。那一天咬了，然后他的那个伤疤可能两天都还在。谢谢钟颖的那个咬痕，谢谢钟颖的玫瑰。也许每日就是在等你给他一巴掌，有可能。
那时候应该打的。妈妈咪呀，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你明天要上班吗？小三是吸血鬼，对，他是恐怖的吸血鬼，超恐怖的。那时候咬到我，以为我的肉都破掉了。云汉，谢谢你的玫瑰。真的差点一巴掌回过去。云汉欢迎。哦，他可能用念的吗？九蛋欢迎。你没有空班哦，来找我啊。Hello, R Y A N T, Angel, 欢迎。美玲会注意呢。大家怎么讲的？他好像不会，还以为他不会。看我刘海很长。谢谢灯欢迎。还是好像刚才到中分场。想念那个时候的头发。今天再翻一些以前的照片，然后就觉得舍不得，但是没关系，还是有的时候要有新的尝试，说不定比你还会。对啊，我也是，我是笨蛋，我可是 Hello 哎。塔塔欢迎。阿丽要继续留长，会啊，会继续留长。我其实什么造型都可以接，都可以尝试的。看大家给我什么造型，就是要去做。志宏欢迎。晚安，志宏。仙女波浪卷，卡爷欢迎，谢谢玉人。应该我怎么样，你们都会说好看。如果这一部是要剪很短，像会啊。我最近很喜欢。啊，我刚刚就讲，我说以前都喜欢看粉红泡泡，现在喜欢看那种有故事性的，然后或者是命案现场的那种，就是很帅的那种，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剪短我可以啊，我是可以的人，我不太会，因为我觉得有工作我就觉得很棒，我会珍惜，又不是说不会留长，奇怪干嘛这样。所以你只是因为看头发才喜欢我的，那也太肤浅了吧。这样默默就没有爸爸，爸爸这是我。对啊，那就留长，那就留长再回来吧。因为这是，当然我是以工作为重，我不太会先，我会以自己为重看状况，因为我觉得头发这东西当然是没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是说什么身体危害的，那是没办法，那我就自己会没办法。可是头发就这个东西，它是会再长的。Hello， 小易欢迎，杨兄欢迎，阿丽阳你好呀，我变男生养大家。公司会不会同意？当然，我也不知道哎，这件事没有发生，所以你看，法法前辈就能剪这么短，你觉得会同意吗？但我觉得是以自己，当然多多少少我们都是要听公司的，公司安排什么，我们就会去做什么。但有的时候公司还是会听自己我们的想法，所以，如果那剧本真的很好的话，
或者是那是真的很棒的导演团队啊，那是一个机会的话，公司一定当然都会全力支持。阿力，对，力量的力，发发他本来就简短，所以这个也不能去怪，也不能说公司会不会愿意，我觉得是看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看那个东西，它是一个怎么样？如果他叫我剪这么短去演什么同志的，那我当然没办法，当然不会同意，我自己都不给过了，何况是公司给过。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其实只是可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哎，如果是剪短是去当什么阿兵少女的话，我觉得哎不错，这样哎不错，应该是一个字，就是一个蛮酷的。可是对，不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男生的，不可能叫我当一个比较中性的女生去喜欢女生，那就是没办法，那肯定就是没办法。所以我自己应该就是会，我自己都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应该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对，我不会啦，我自己会觉得，哎，我可能没办法去诠释这个角色，我就跟导演说，哎，真的很抱歉，就是可能阿丽没有这个经验啊，就是会比较婉转一点这样。对啊，就是当然会是以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做那件事情，有可能会变帅啊，我觉得有可能。对，如果我看看的话，好的不好的公司都会先好好的。对，所以我们只要做好每一次的功课，跟做好每一次的练习，准备好上战场就对了。所以我很少会觉得说不要，选择不要或者要，那可能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在甄选，还有他们家我也不知道会剪短发，然后知道我要剪短发是已经确认角色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剪或是不剪。而且他是因为我长发太有一种温柔的感觉，可是我这个戏不是这么温柔的，就是比较霸气，可能比较有个性，所以他们觉得短发可能会比较个性的。你看我还是把刘海弄回来了，不然我中分的时候就会蛮有个性，可是妹妹头就不会。长发仙女，中长可爱，短发小气活泼。原来是先斩后奏，我忘记，因为他们是那时候本来就没有规定说要是长发还是短发，这样没有任何规定，是因为我真的长发太温柔了，没有那个高冷的感觉，没有。所以他们还是看着我，看一下，他们不是先斩后，他们只是就是觉得我的长发的造型，当然都会有那个嘛定妆吧，可能就是太过温柔了，然后我又一直傻笑，我一直这样傻笑，长发我太有一种。不知道，就是少女感吧。而且短发其实，你没有发现，在我们台湾的电影，很多女主一号都会是短发，比较有层次。瑞儿欢迎，你们懂吗？我现在跟你们讲，你懂。你喜欢看我长发，我也喜欢我自己长发，但是我是可以接受任何的造型。我有点想睡觉，对不起，我耐不住，因为我有吃药，所以我就好困。一定会啊！那时候剪掉头发的时候，虽然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那时候还是觉得，有些舍不得，我要把自己的头留着。剃光头先不要，因为
我没有这么勇敢。谢谢乌诺，还没见是一个半，还有半小时。二零零星来欢迎，头次欢迎。因为我不知道我，算了没事，反正就是吃药又吃药药。毛亮欢迎。喂，干嘛？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哦，好吧，好啦，好，拜拜。我朋友是每天都叫我，叫我做一些很智障的事情，然后帮他问那个蛋糕的事情。你是有话要说？没事，我没有什么话。替人，你们就可以手牵手去甄选完美罐头师，可以见到巨石场啊！是老公，没有啦，开心，白痴哦。嗯，你刚刚太女友了，我吃醋。什么意思？我刚刚太牛，什么意思？我刚刚怎么了吗？我有发生什么事？我就无缘无故被你生气，奇怪。谢谢猫起来柠檬。我真的很常被秦家树给那个，他真的是一个麻油饭欢迎，晴天欢迎，小梁欢迎。睡个半小时再没关系，我可以撑啦，我还是可以撑的，我是一个可以体力很好的人。对不起大哥，刚刚好可爱，那有生气？谁生气了？你呀，就爱生气吃醋。哟喂，姐给他吃饭了。你这几公司九点啦，都还没饿，这几公司可怜的笑死，你是巧克力蛋糕的味道没有，有掺杂一点别的味道。早上每天也看太久吧，我以为你要去做你自己的事。这么小只的东西，挑几餐？午餐，五个餐，一二三四五，自己打开还自己吸回来，刚早就散了。没有，是我刚真的吃。打个就回来，我刚在发呆，不然我在，我眼睛已经死掉了，我不要，我不想听嗨的歌，我会吵到我家的狗狗还有我姐姐，大家在睡觉，我不要在发呆啊，我在想事情，然后我刚刚那样在想事情，我这样子。
干瞪眼。那里发生什么事？啊，快点，好想快！你在哪？我不能听快歌啊！听快歌的话，我姐姐会发杀了我。她俩说：“不要吵，烦死！”她俩骂我。罗宝杰欢迎，因为我今天来就是想话少一点，因为今天不想说话。没有，我今天嘴巴痛痛，今天嘴巴痛不好。没有体谅我，罗姐晚安，学府欢迎，很慢的快歌，很快的慢歌，在讲什么？怎么那么可爱？那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最近的事啊，好笑的事啊，难过的事啊。嘴巴裂掉，要研究一下嘴巴哈。我嘴巴真的很厚哎，你怎么多灾多难？对啊，我真的最近多灾多难。卡布猫，谢谢你的毛起来，毛起来是每次都注意到时已经破超大洞。因为最近嘴巴很干，干干的，然后喉咙很就是，上次那感冒还没好，所以就是喉咙破掉。我哎，看不到是醒的毛起来，见过是醒的风。卡拉欢迎，见不欢迎，而且最近可能火气大了，就嘴破。哪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八字不好 ，CH 欢迎，给我你的八字，我帮你。我怎么知道我八字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啦。我可可爱爱，没有任何问题。现在什么苦难都受过了，之后就会。一片光明，没错，讲的对。出来，我来念留言喽。我有两则留言要念。好，我来念留言。你们等会儿我。出生年月日，我不知道我几分几秒出来，我不知道几分几秒出来没，我就是 hello 啊，我就真的很 hello， 怎么样？黑加仑欢迎，You don't know pain when you hold me。我要先念那个蓝天白云的居家日常趴 Sit Hello 你的娜娜，欢
迎出生车。不知道学，我不知道我出生车在哪。你也是一直吼木木火气大，没错。顾他就像顾一个小孩一样。好，娘娘腔日记，最重要的一句金句：生命中最忌讳的是说谎。学习内在与外在和平共处，好事就会发生在真诚的人身上哦。泡泡欢迎，好美，谢谢。好，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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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婆跟蓝天一样可爱，不是美吗？那叫水水了，不要。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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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爱心爱心爱心，二四六八八个，那我也给你八个。因为最近看很多电影啊，很多剧啊，很多感想。这几天天空都很好看，真的，100分好看。嗯，我那天看到那个蓝，那个天空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我有一件这个衣服，然后就穿了拍照，跟阿丽很配的衣服，没错，衣服有个蓝天，对，然后晶晶也好买掉，那叫晶晶不要，干嘛要买它？奇怪，入宝贝，好棒的蓝天，好正的阿丽，谢谢你。服装好看，我的窗看不到天空，只能面对对面动的墙。那我拍给你们看，我都会跟你们分享哦。2000，欢迎布朗先生，欢迎。天气超好，不能出去玩，哥们真的，我超想要跳出那个窗外，然后出去玩。开玩笑。嗯，今天我家窗外的天空跟阿丽一样美。谢谢。又打勾了。今天打扮很晴天，所以今天打扮很刘晓晴前辈。阿丽终于因为太喜欢天空而跟天空融为一体了吗？没错，我超想，我那时候在那个什么，我超想去顶楼然后晒太阳这样，而是想说不行，我不能变黑就没有。不如我下次穿个七彩的彩虹装跟你搭配一起，你要穿七彩霓虹灯，然后唱那个七彩霓虹灯。跟对说跟谁说的谎都行，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对自己说谎。没错，我没有对自己说谎，我不舒服我就直接讲，直接跟你们讲。努力活出自我，总有一天美丽的彩虹会降临在属于你的那片天空。所以彩虹是你们，是你。你是要洗衣服吗？还是晒太阳？没有，我是想要晒太阳，想要感觉跟天空融合一体。阿哲欢迎，我发现我这名字只有几个成员猜得出是我。你说木木的爸爸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阿丽养了一个木木。二奇好像全都知道，哦，二奇一定知道，因为我在，对，二奇知道，但是应该前辈们还有些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都会在聊天啊，这样超美超可爱，谢谢你，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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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太美了吧，谢谢。时晴时多云，哦正，哦，可是我们这边没什么下雨，但我知道我朋友他们在台中，他就说台北台中有下雨。小晴不知道，那你跟小晴说。布丁粉旅馆欢迎如夫，欢迎，晚安晚安。新纱送给你，装满满的祝福，愿你心想事成，天天开心的生活，祝福满满，谢谢。他每次满满真的是祝福满满。第二篇文章是今天的旧照翻新记啊！啊，我现在要回了。哦天，真的好美，跟 Annie 前辈一样美。Annie 前辈一样美美。他说：“哦不 ，Oh no， 前辈更美，嘿嘿，嘴巴甜的宝贝，他真的很美。他最近照片都超正的，我最近超喜欢 Annie 的。Annie 前辈，哎，我的大写去哪？
这张宝贝，我刚刚没有看啊，我的头发扎到眼睛了，刘海太长。好可爱哦，谢谢。我也好想回你们。第三张也太可爱了吧！哦，谢谢，又是互相封城。哎，封，你刚刚的叫声也太怎么样了？钟颖，谢谢你的玫瑰。我刚叫声怎么？彩琴，欢迎，回回欢迎，还不敢回安妮前面，我刚才看到的没。翻新计划 ，OK， 这不错。我跟你一样佛系，认不认出来都可以啦。R T Y 是很欢迎。阿丽知道祖祖他，我知道，我知道，他有跟我讲，他从之前就跟我讲，星沙先生他真的是祝福满满。晚安，凌凌神推 ，Hello， 终于晚安，晚安，各位晚安，不要想歪，怎么样？累苦了，欢迎台通。是头发扎到眼睛会，因为对，真的刚插到眼睛很不舒服。平贤欢迎，九九九欢迎，好看，谢谢。爱心爱心，最后的笑容真可爱。105度的哎 ，Super Idol 的小荣哎不是 ，Super Idol 的小荣哎不是我唱 ，Super Idol 的小都没你要哎怎么唱算了哇算了算了，大笑有益身心健康真的，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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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屁笑屁笑屁。我会唱怎么样？忘记了。好妖兽，好妖兽啊！不是好妖兽，什么意思？好可爱哦！那时候已经是几个月前了，那个时候是被抄的那几个月，所以那时候很瘦。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是胖了。爱笑的美丽大好，谢谢 Amy。像这样休闲街头风的阿丽也很不错的，喜欢吗？阿丽私底下就是这样。感觉有点像运动品牌的新路，哎呦，赶快来找我，快点来找我，拜托！总是保持开心的笑容，不但能让自己心情愉悦，也可以给人很好接近的感觉。没错，我以前就很喜欢爱笑的女生，明明是你叫美玲玲，为什么你自己忘记？那是我留的吧？你留的，对，应该是你留的吧？大胸膛，是吗？你写哎，你张志祥是你吗？志祥是你吗？飞镖，回回谢谢你的玫瑰，暖风欢迎。我也是非常喜欢阿丽的笑容哦，谢谢。这时候的阿丽真的好瘦，什么意思？现在很胖吗？好了，好像很胖，真的很胖，我承认。所以我现在是控制了。第三站的阿丽太可爱，让我们一起笑下去吧，让我们一起幸福下去吧。哦，你说妖兽那个？哦 ，OK。长发的你有魅力，哼，别再说了，想念长发。最喜欢你笑了，看来你会被感染。我也喜欢佩璇笑，嗯。话说着，我爱去好像没有加飞镖，赶快去加木木木木的。我差点讲木木打工，有被抄有差，真的。好妖兽啊，不是好妖兽，那是你留言的是不是？送你五朵花，第一朵。身体健康跟着你，送给大家，大家好听吗？第二朵平安如意随着你，第三朵事事顺心伴着你，第四朵财源滚滚追着你，第五朵嘛，我将满满祝福送给你，天天开心的生活祝福你。还有有押韵呢，都可以念 rap。木木的阿公就是你。好了，我留完言了。Best part, best part. 等一下，我先看。When you wake up,
怎么感觉他好像在修禅呢？很会祝福。JTA， 你很坏。如果我是主第一朵是旧三八阿花，你是我女儿啊。失业的小白兔，欢迎。嗯嗯，我跟你说，真的是很好笑，就是嗯，我还等你不够久吗？都等几年？几年？你有等是吗？你有等哦，臭阿公。今天还我家去喂我们家木木吃粉饭，然后我还是很谢谢你们跟我聊天。嗯，我家怎么吃？我说他在睡觉，要不要吃？等一下就给他起来，我走动他就会起来。黑色欢迎，老梅欢迎。晚安，我都要广播了你才来。林尊也这样叫阿丽阿公吗？姐姐坚决反对，因为木木在睡觉，所以他不想要吵到木木。可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去走动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对，因为他要去尿尿，上小号。不不不，你会吗？云汉欢迎。你们看我今天把眉毛修了细一点，可是我最近想要画一点有弧度，因为我的眉毛是很平的嘛，然后我最近想把它修有眉峰，就是可能这样会不会很凶啊？好像很奇怪，可是我就是一直眉眉头。他们会一起去尿尿，等下带他回房，他的房间。我先来搞一点哦，因为我的化妆品算了，不要，不知道去哪。我发现我笑的时候很喜欢露舌头，你没有办法发现这件事，就是很喜欢呢，好像一只狗。我怎么说自己是狗呢？看我这边有个。小猪耳朵欢迎，交给师大夫姐姐修，她都不会修，我都还帮她修。我很羡慕眉毛很短的人，因为我的眉毛很大。画啊画就带，或是去纹眉。哎呦，你起来了，木木，她去喝水，她肚子饿了。嗯，那她一直喝水，可能在饿。是在跟木木比谁的舌头长吗？你想睡你就睡啊，我们家去喂啊，我快直播结束。嗯，我想吃饭。他的碗在这边，这是他的水的碗，那是他吃饭的碗。嗯，我想上厕所。Hello Mina， 主播是猫奴，欢迎，鬼之歌欢迎。我先上个厕所，你们等我一下。木木没有定时吃，没有，因为他刚刚在睡觉。他本来是九点要吃，可是又晚十七分钟还好。姐姐差点又日常露脸了，他是想见大家。其实我先上个厕所，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上个厕所。我快尿急了。
姐在那边乱凶你，白痴！你看今天的世界场，小梁欢迎，姐姐很凶吼，小易欢迎，让准时吃饭比较好，不要让他。可是他也只有晚17分钟吃饭，我们没有让他晚。Hello， 小胖欢迎，娇欢迎，拜拜。月下欢迎859欢迎 ，Hello， 云汉姐姐的行李箱。然后我要先念宝了，因为我。差不多要广播了。第一名是加速，谢谢加速。第二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三名是云汉，谢谢云汉。第四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五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六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第七名是贝，谢谢贝。第八名是乐酷拉，谢谢乐酷拉。第九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十名是回回，谢谢回回。第十一名是柠檬，谢谢柠檬。十二名是卡波猫，谢谢卡波猫。第十三名是幻影战士，谢谢战士。第十四名是少爷，谢谢少爷。第十五名是剑骨，谢谢剑骨。谢谢你们，要让他没有饿到，饿都要吃。好的。Hello， 本丸，本丸，我都要关播了，你才来。喂，谢谢本丸的告白气球，谢谢本丸。我妈问我怎么不接手机，是姐姐的啦，是姐姐的电话，刚刚是姐姐的电话，变成中粉，这样好奇怪。要放一点刘海。跟大家说晚安了，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班，请又欢迎佳佳，关播了，还没，等一下我还有两分钟，一分钟，我打给你都不接，你什么时候打给我？龙龙欢迎，我通常电话都会接啊，可他不是我的电话，拜拜。跟大家说晚安喽，拜拜。因为他们一直在吵，我的家人一直在吵。我姐一直说，没有，是我姐姐的朋友一直打电话给她。然后因为我姐姐，我连我姐姐手机的 WiFi， 所以她现在如果她接电话会网络断掉，所以我姐姐刚刚一直没有接，她怕我会那个就是手机会断掉，所以好，她真的很凶。好了，拜拜，晚安，各位晚安，一个，拜拜，爱你们哦，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